我来，恭请本尊坐下。OK OK， 恭请本尊坐下。我被接你哦。你坐，没要紧。我是一个园林分身道馆苏金生，我是太太张碧珍。我知。哎，感谢小姐。没紧，本尊我过来重点要来转你坐，我背啊。一二十年有了啦，好了，感恩你。你我就给你问一下，讲我无咧共伊比你会好。对，真的哦。就你要叫我给你弘扬，我无跟你讲，我无咧共伊比你会好。哎呀，这句就是你会好。对啊，很好，谢谢本尊啊，本尊。反正我今日吼，带阮一挂新的，我介绍一下通道吼。好，等下我换伊讲，等下我换伊讲，嘿。来，咱王女们起来。哦，你有规团的来。嘿啊，拢是伫别位来的。哦。啊，伊只拢斗心，拢足强的啊，啊，都咧找倒找无，就甲引，甲建引进他们进来。啊，找个真是实。对，我不会讲，我拢没有说很快乐，但是现在进来都很快乐了。嗯。哎，对对，好，啊，这个吼，规个境界我足好。好。有的有，有的无啦，啊，有的拢新来，拢我拄仔即摆甲带一摆尔，嘿，啊，嘛安甲本尊甲因，吹气安灵光，吹气啊，好不好？哦，啊，你看，吹气啊，你来看你家己分身了，靠我多安灵光，哦，你啊，尽管安灵光了，因看无，假使我看有。不是以我做标准，爱以对方看有做标准。有的看有啦，因为有的境界我做好。多一个看有啊？哦，你看有啊？啊，伊捌恁左囝无？捌啦。好来，恁左囝当初就伫遮出现，你过来咧，华生，你无咧讲，伊就伫遮，啊，你无看到，我唔敢讲啊。对啊。然后恁熟悉的人，哦有啊，伊遮伊过来演手，好来。这个宾果啊，千雷打，谢谢本尊，请本尊坐。好，谢谢，感恩。来，感恩本尊，感恩本体。我有两点赞誉，那一点请求。第一个赞誉就是说，因为理论部分啊，本尊在这个本尊道上理论的方式，就是要六根诚信，再来是。诸法实相这样子，因为我本身以前是修习丹道的，我们跟徐教授在一起这样子，但是看到本尊这种六根转性，然后再来诸法实相，我恍然大悟。我觉得说我进到本尊道的时候，我体验到说我们真的是太幸福了。道家在修习过程中，他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磨练、去守戒、去静坐、去调理，这样苦修啊，对，苦修。那今天能够很快的进入到这个实相的部分，那我真的是很感恩，真的非常感恩。哎，所以说我就第二个部分啊，我要讲解我这样说我实相的一个感念。因为我是今年2月刚入会员，我进到两个礼拜来的时候，过完年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本尊分身直接到我家的神明的上，哎，亲眼看到他这样子，我觉得很讶异，但是。我有跟里面的同道讲，他说这是确实有这回事情，这样子，这是感念这样。第二个现象就是说，后来在，这个礼拜天，说前天呐、啊，我每个礼拜都到高雄分会去做演练嘛。然后演练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本尊的分身呐、啊，坐在椅子上面，然后我就站在本尊的右手边。你也是你的分身、啊，对，我的分身就站在本尊的右手边这样子。那我说哇，我真的是今天很感，这样你就看到分身了。哎，我就看到他，我就很高兴了。我说哇，真的是非常高兴，直接就给你达到目的。对，我说哇，目的来这里就要见到自己的分身，见到分身，谢感恩。那、你不用请求，他直接分身就直接，我在讲什么？我分身会替我实现了、啊哦。是。我以前常对他们说，对他们老会员说。我开支票都是他在交、啊哦、是我讲什么他都会替我实现，不是我人去实现、啊、是我人在家里睡觉喝茶就这些而已、啊、是我讲什么讲出去他会替我实现，是我曾经说过看到我分身你就会分身、哦、所以这样就实现。感恩本尊、哦、感恩本尊，是因为我家有供奉关圣主，那天晚上刚好我在刷牙的时候突然关圣主跑出来，
整个现出来，现到像出来，他跟我讲叫我主人，他叫我主人，那我都很压抑，我说我是拜你的，怎么会有主人呢？因为我是拜你，我是你的信徒啊，徒弟啊，怎么会是主人呢？我就很压抑啊，我也跟关圣所说，我跟你请示看看是什么回事。那他跟我讲说，叫我主人的意思是说我是，他说我可能我前世啦，因为我不是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你看到你的分身以后吗？哎，看到分身之后，所以他是针对分身哦。我刚才讲以自我为中心，对，不了解这些现象，对。他说不定他看你的分身啊，哎，他的话说不定他灵魂自己讲出来的啊，不是针对这个肉身哦，相它会变化无穷，你不要执着于相哦。一句话，法无定法，相无定相，相这块 DVD 五共点，就是你本体去变的。这个法实际上在演的是变化无方，都是本体的一个化像。你在执着自己的观念，它一直卡在那里。嗯，他你在拜你，你就觉得可能就在拜我的分身，哦、你的分身。那、这样想、你就接受了。是是。因为有时候这种天人在交会的时候，我们肉身掺在那里，有时候不了解。哦。那奇怪，怎么会拜我呢？应该你要拜他，怎么会拜你呢？对对对。哦，有时候是这样。不受这个影响就对了，认为说啊，他是拜分身，这个是他给你分身一个现象给你体会，你已经看到分身，如果没有看到这个分身，就另外解释了。这样就这个意思。第三点是一个请求，我们是屏东的，我们跟徐教授还有他太太从六位，我们说请说本尊帮我们，我们屏东来，我们不是大陆过来的，帮我们做一个圆光，还有那个给我们吹口气这样。我们吹气，吹气还有现圆光，我们吹气哦，哦，那我更改嘛，你把我看到啊，你有看到更改无？没有，我先吹你了哈。好来，反正你那也刷掉了，你不一定，我这吹有点一个那个刷开，我。感恩本尊，感恩本尊，啊！感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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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安德吉比啊，是是。还有呢？还有给我哈尔滨吹个气吧，还有病怎么样？哈尔滨的人，我们的哈尔滨都站起来给吹一口气。师傅，感恩。就在地的人都有员工吗？我们员工给安个员工再吹口气。哦，哈尔滨这么多来啊！本尊给我们安个长光，再给吹口气行吗？你们这么多都是哈尔滨的？哈尔滨的。你哈尔滨的？我按的，哦，都是哈尔滨的。哦，啊，你要我干什么？大陆的全体来。哦，大陆全体得了。哎，好，哈尔滨的温良祖，温良祖哈。嗯，谢本尊啊。温良祖，你等一下，温良祖，新加坡也有嘛哈？我们要跟记者来，这里至少有阳光啊，马航没了。本尊没了，无眼光啊！本尊跟我们大陆的吧，所有的人安长光和吹口气，长光比较困难，因为长光你没有眼光做机组哦。嗯嗯嗯。安我可以放出来，但是安不住。那再给我们安次眼光。眼光是你的法性光。嗯。眼光怎么安？大日给你法性一照，你自己的光。嗯嗯。好。属于你自己的。你又看的就是实体，实相都是听本尊的。行。不是听我的，我是不能的话，我就给你讲不能。好，长光的话也可以放，也可以有长光，但是停不住。好，安不住了。嗯，那个人的程度不够的话，就干不住了。天冠光哈，我们要天冠光和天冠光比较平易近人了，天冠光可以了。可是这么多哪个有，我不知道啊。你们都有看到自己的分身吗？如果我安。眼光，每个人都按眼光在你背后。你们直接看头部背后。但是看之前，我先画大日在这边，你们要看到大日。看到了，看像太阳那么大。金黄色的，好了，不要白色的。确定看到，用款的，你没问题。而且它还转。转。你看它，光就晃过去了。过去了。把你们的法性照出来，每个人都有阳光了。谢谢。有没有看到？有就好。有。有了，请坐下。有了，请坐下。吹口气呗，本尊给我们吹口气。对你们怎么样？吹，给我们吹一口气。哦，吹气啊！哦，还有吹气，还有信心。你们换点气，看不要紧的。
吹气对你的实相哦，实体化有作用哦。嗯嗯嗯、我这个吹气，我讲我吹30年了啦。出汗。嗯、吹气的话，绝对有益无害了。啊，好，嗯、太好了。吹气就等于放光的艺术了。嗯嗯嗯嗯。我该睡就吹气了、嗯，比较平易近人了。要、嗯、讲、嗯、放光，你会觉得奇怪，这么这个，好、嗯、了、哦，不要讲这些。哎呀、啊，吹气啊、哦，哈、嗯嗯，吹气。我要用分身来给你吹气，看到我的分身吗？看到了。分身，你看，嗯嗯、他我的样子在吹气，吹开始。分身吹气，第一次。都可以吹。谢谢本尊，感恩本尊、哦、而且你们这么远来哦，一定会有造化，不会让你们浪费时间。那问道心射受到大日的光芒，然后你的亲戚朋友自然会有，它会扩散。你这边呢？你哪里来的？新加坡。新加坡哦，你们都是新加坡啊？对啊，一起来，一起来。你们有没有实相？你也有吗？有实相啊，像你可以看到分身，你自己的，哇，很棒。你呢？这个是第一次，几乎都可以了。你第一次来哈、哦，第一次还比较没有，但有你有新来哦，有相到新来哦，都一定很快了。我先答应你，一定会有。不要和人家比，哎，你有怎么没有？你怎么进这那个？不要比自己的程度。你既然来了，见到我了，都可能有，也一定有。先要吹气吗？要，先吹气啦。按圆光跟吹气。圆光吹气。圆光吹气。圆光啊，恁这拢有看过家己无？有啊，全部看。有看家己无？全部看过自己了，全部看过。都看过了哈、哦。按圆光啊哈、哦。先按圆光啊、哦、哈。来，我试看几个有啦哈、哦。按圆光啊，你自动看后边的一粒圆光足清楚的，你有啊哈、哦？圆光有无？有啊，三个有尔。四个有圆光吗？圆光后面有圆光，这很快。有你有哈、哦，有你有哈、哦，你瞬间看到、哦、你本来没有境界呢。他不会讲华语，他、哦、是印尼华侨，因为我太太、哦、印尼华侨、哦、啊，他26号就是有在仗义啊，英文的英文的那个嘛、哦、啊对 对, 对，啊现在有了嘛哈，要有我面写面写啊，我让你有现在的，那有圆光了嘛，那你这样能看到自己了啊。嗯，你有圆光无？你有啊？圆光后面圆光，你即马用想的讲，我后面要有圆光，给人讲有啊、哦？足紧的。哎、欸，看到光，可是我不懂。有看过圆光，可是没有在你头部后面了、啊。我在飞机上有看到光，但我讲的是圆光，这个是你的火性光，你能看到自己吗？有时偶尔会。有时候你是偶发性的哈、哦，你进去试试看，你后面的圆光有没有看到？啊，想出来就是 有、哦、啊，想出来就有了、哦 yeah. 哦、你再想一次，确定一下，不要马虎。圆光 ，OK， 我的圆光是 yellow 黄色的，黄色还好、啊，黄色圆圆黄色白色都可以，你就要先出来啊，颜色不定，圆光黄色的出现有啊，有了哈、哦，几乎都有了嘛，拢有我就要吹气啊、哦，好、哦，可以哈、哦，可以，哎，那边共享。我还是没有。你还不圆光你？你好像带头的是啊？啊啊，肯带头。一样。圆光，你圆光。啊，别看圆光。啊，有有有。哦，有了。啊，有有。哦，我还得圆光啊，别只要你，比你头大，差不多有时候一倍，有时候一倍半。啊，有有有。哦有有的好，有的是，恁这么圆来。有那个相较性就很快、嗯、一定会有。有了我吹气啊，你当作在放光啊，吹气。好。这样可以哈、嗯。请讲。好，感恩本尊，感恩本体，感恩本尊大光体，感恩我的法身。嗯、我是来自上海的崔俊英、啊、对、哎。我是2017年来过一次。谢谢本尊、哦、你还记得我上海的、哦、对的，
我是医生。医生嘛，对对对，上次你坐这里、啊，哎，对对对对，我都记得啊。啊，谢谢，感恩感恩、哎。我从2017年加入本尊道到现在、哦，我就感觉到我一下子帮了很多人，哦、感恩本尊。哦、这样，啊、哦哦，那你看到你的法身都随时看得到，随时看到，啊，就直接问他就好。对，叫他帮你做，你回家睡觉。他可以帮我很多啊、嗯！我要坐地铁回家，我很容易睡觉，我就坐在地铁，我就闭着眼睛。我说法身，请到申江路站提醒我下车，他就到那站，我就听到了。哦，其他站听不到。哦，因为我之前很容易坐过站，哦、现在不容易，这已经一年没有坐过站了。哦，到站他就提醒，到站就提醒。所以随时把法身请出来。哎，对，像吃饭喝茶，向他礼敬一下，睡觉之前就给他礼敬一下。哦，好。给他阿些煮一下啊！好好好，我就有个请求，请求本尊为我爸爸和我妈妈安圆光。哦哦，我妈妈往生有二三十年。我不知道，光发出去，他自己会知道。啊、哦，在找不到的话，他会往家里找。啊、哦、啊、哦，一样可以给他找出来。啊、不然我刚才做一个例子，为什么李显龙、李光耀一个往生的，一个还没有，都可以来啊。所以。不一定来的就是往生的，不一定啊。你父母嘛？对，我爸爸和我妈妈。顺便按圆光。按圆光。哦，你爸爸出现？嗯，看到。就出现，很笑容啊。嗯，是的。很有礼貌，一见面就向我礼敬。是。哦，圆光有了。啊、嗯，有。好，一样驾着彩虹啊。嗯。看到往华界供气啊，看到了无量无边往气，嗯，他在再见，这样你就放心，嗯，哎、一个镜头不要一分钟啊，就说瞬间移动方式，这个是本体的功能，它在不生不灭的状况之下，它会产生无量大的功能，嗯，你妈妈也出现了，嗯，看到一样很笑容，是的，我妈妈很年轻，哎，对对，嗯，她出现会年轻而且漂亮，对。你看过他穿个这件服装吗？他穿着蓝色的条绒衣服，以前穿过吗？对，以前穿的，常穿的。我给他加一件貂皮大衣，啊、紫色的，看到了，紫色的貂皮大衣，紫色的貂皮大衣，看到了、哦。嗯，他走到你面前，让你摸一下貂皮的毛。有，他抱抱我。哦、你看哈、哦，嗯，抱着你，你有感觉哈、哦？有。好、哦，嗯，他很亲切的对你说：“女儿，我走了，不会。”好，嗯。看到、哦、对、嗯、看到了、哦、还有吗？没有了。哎，还有个替我们大陆来的30位同道安天冠光，可以吗？刚才没有、哦、啊，对的，刚才要求天冠光你直接坐着，直接坐着，嗯、哦、天冠光不是一个一个在安，我就放天冠光在你们头顶上，嗯，你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感受在你头上，现在天冠光在墙壁上，好， 就这个那从草坪走下来，哎、嗯，变成很立体，在你头顶上，有，有了，在你头顶上，就这个，就这个啊，感恩本尊，感恩本尊。然后回到上面，你有看到回上吗？啊，有看到。哎、哦，回到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感恩本尊，哦、感恩本尊。哦、天光可以让你这里到那里搬运啊，宇宙人物、天地万物都可以搬运。天光光性质和大日不一样。有天官官先得起来，还有呢，来，感恩本尊。哇，那么多，怎么还什么？我在江苏苏州的赵玉来。哦。嗯，我从2015年在网上看到本尊的 DVD。网上哦。哎，网上看到的。我听到晚上开刀啊。哎。我听到网上，哎，我晚上开刀。哎，对对对。对哦、哎，我看到了嘛，我说一直看到现在。我看到了、哦、嗯，看到了。我一直听开刀了。我的普通话不太好，嗯。就是看 DVD 的对了、哦、对 ，DVD 看的、哎。我也看到了我自己，还有一次看到整个房间都是光，大师在上面，那个光好亮哦，好震撼。还有一次呢，我把本尊的分身的照片放在我的床的前面，
我每天起来呢，感恩本尊，感恩法身。后来又一次呢，他把那个胶片里找出来的是我自己，自己的衣服都找出来了。哎呀，太震撼了！感恩本尊，活生生的，活生生的。从长天飞机上过来的时候呢，我看到了本尊的分身，他是白发光芒的，很亮很亮，也是穿的这个粉色的衣服。还有眼睛也现出来了，太高兴了，感恩本尊，太感恩了。我有好多好多的看到了境界，所以我这次阻碍也很大，要来接本尊。但是我呢，我不怕，你们要阻碍我呢，我什么都不接受。他说你怕不怕呢？我说我不怕。为什么不怕呢？现在我要走回家的路，一次性能够解脱，那我是肯定的要走下去。感恩本尊，肯定现在就已经走到家了，走到家了，回到我的，在你成为涅槃即世间。谢谢本尊，感恩本尊。你看到这个，看到都是你本体显露出来，就是你和你本体合一了。我要强调合一。感恩本尊，让你看，都是你的本体让你看。对，我说我要找到我的法身的爸爸。法身的爸爸这样啊？爸爸就是本尊呢，本尊大光体呀、啊。我说就要感恩。对，我现在法身的爸爸这句话没有听过啊。你呀、啊，我现在你就是我的法身的爸爸。对、啊，你跟这叫法身的爷爷啊，爷爷爷爷也好。那我恭请本尊帮我的爸爸妈妈、公公婆婆爱上月光，都往生了吗？都往生了。感恩本尊。一次出现四个。出现四个看得到吗？看到，都有圆光。好，感恩本尊、这样比较快。快、可是他们间隔虽然看起来在不一样的地方来太感恩了本尊。他四个飞向天空都不一样的方向。走了。走了，感恩本尊。OK。本尊，我还有一个要求。给我们的来的访到大陆的每个人吃一个五色猪，可以吗，本尊？五色猪啊。感恩本尊，谢谢本尊。好，我吹气哦。这个气变成五色珠在上方了、好，先跟你讲，好，在上方，这站起来，我们的篮球那么大，不要不要，坐下，不要，像篮球那么大，五色珠会转，还会发光，五色珠的色彩很鲜艳，五个颜色不一定的规则，通常出现是像海面呐、海的，你要看海平面的，它五层呐、有时候它会变化，变紫的，变的不一定，你不要把它设定什么呗、就是五种颜色为原则，好的，我吹出去。到那里停在空间会形成一个五色珠、好好，然后你就照到里面就有了，吹气，五色珠停，看到了，看到看到看到，感恩本尊、太感恩了本尊，你看到、看到、太感恩了、好，然后他昏你们看几个来，三十个，他就昏三十颗在你们头上了，好，谢谢，感恩本尊，他会昏出来，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回来。我是来自哈尔滨新同道，我是张桂琴，我是我妹妹给我带到本尊道里来的。今天我是带着圆光、天光光来，特地专程，感恩本尊的。我昨天坐上飞机以后啊，从窗户上就显示无数个光体。我说本体呀、你能不能让我看到彩色的光啊？这都是白色的，我说我想换个颜色，这个当中出现了粉色的光，整个窗户全是、我坐在头一排，并且前面的墙上、映射出来的全是绿色的，那个窗户总共俩窗户，那个窗户也是绿色的，这些光一直跟我到下飞机、所以说我这一道也在跟我的法身一直都在沟通，我很感恩本尊。
我是九月份呢，进入的本尊道。我在家里每天都在看本尊的光碟。我看光碟十几天以后，在我家的天棚就出现了大日。因为那个时候认知不是太好，瞬间没等沟通的时候，大日就不见了。完了，紧接着就又出现一个大日。通常先出现大日。对，我这个分身是大日化身，对，它化成我的样子出现。如果有的是喜欢看大日，不喜欢看我人的，他就出现大日。是，大日会化身我的样子，大日是小日，是本体显化给你的，不会有危险呐、啊。而且你一切境界都是本体显化的了，都要从看到大日和我的分身开始就有这些了。我分身这样就有意义啊，让每个人都有啊，不是享受这些，但是永恒，至少生命可以永恒。你们还没有见到我就境界那么好，哎，很不可思议了。并且通过这一段学习，恭请本尊的分身给我们带动。带动当中所有的实体我都有觉受。很好。就是说我们和爱妈带动用本尊分身提醒本尊分身带动的时候，就是说这个天子啊来到我的身边，就是眼前以后香味什么这些感觉，天子出现天人出现都有香味和音乐。对对。并且我们和天子拥抱在一起时候，就那个温度和感觉，那个幸福感都有，无以伦比的喜悦了。对对，非常觉得真的受宠若惊。对，这个天子呢带着我往上旋转的时候，并且我有亲身的体验，就是整个身子都在往上旋转。旋转在上空以后，这个天子就像椰子树一下一下就进入了我的体内，和我合一了。那你很幸福。很幸福。并且椰子树所散发出的那些香，就是说像香水一样的那个椰子汁都能喷洒在我每一个细孔，自然的香，汗毛细孔里面，对，都能摄受到，自然的。记住啊，你到90岁100岁都有。天子都随时可以随想随有，随你选啊。天子有帅的，更帅的，超级帅的，不能再帅的，帅到不能再帅的，那个都有。因为我吧，平时太好了，家务活多一点。你可以当除夕太后、武则天，天子都排队。当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晚上躺在床上，我恭请天子来给我按摩，同时就可以下来四个。他会给你按吗？会，并且这个觉受特别特别的好，一会儿就感觉浑身都舒服。那你不知不觉头热用到了啊？这个身体就是说一下子就放轻松，回归到本源自性清净当中。对对，感恩本尊，感恩本体，也感恩所有的同道们。我们是最幸福的了，是不是？感恩本尊，感恩法身。我想请本尊，让我带我和我们的同道们都能够自见其身。那你都已经自见其身了啊？可以，但是我想请本尊，带我哈尔滨新同道带动天子。你们同道都是妇女嘛？有的能看，有的都是妇女嘛？有男的，也有一个男的嘛？大致都是给你们天子啦。是呀、啊，好啦，都是超级帅的，帅的不能再帅的哈，都比你看得帅的，都比你看得帅，这样你生活会很愉快。天子，好，你们几个？30个出现。随便你们挑，30个天子哇，都很帅。你看，有人世间，不管你哪一个电影明星，比不上他。有没有就讲没有，有吗？有天子。那你选中的那一个，你今天晚上就会见到他了。消失。男的呢？男的是你嘛？哈，没有关系。男的两个嘛。两个天女出现，哇，有看到吗？天女，哇，你看，
有天女出现，有太太的不用嫉妒，也不用生气，要为你先生有天女表示身心高贵啊，尊贵，这个不是人世间的那一种嫉妒排斥，你也可以有天职，那个和这个没关系，这个是人道心的一种显化，最完整才能这些天女出现，你形容看看，哇，没办法形容哦，也是漂亮的不能再漂亮，啊，穿着天衣啊，有香气，可能看到有香气的味道，天女出现都有香气，嗯，天女出现都有香气，有，可是她穿古装的呢，有，就穿了古装。通常天女出现不穿衣服呢，嗯，可是在这边可能妨害风化呢，嗯，我恢复她的原形啊，不穿衣服的啦，不穿衣服出现，可以看到。转一圈，你看，可以看到。全世界色鬼要倒掉了。哦，可以啊，这个，哦，可以，嗯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感恩本尊，我出现两个，一个你吗？一样都看到了啊，哦，都看到了，他眼睛看你一下就好。嗯，有，就不一样了，眼睛看你就好。嗯，如果看马一勇一眼，马一勇可能晕倒啊。马一勇期待已久，我就故意不给他看。你们坐飞机来的比较容易看到。好，消失，晚上可以见到他。你也可以看到，你看到吗？哦，感恩本尊，你不用担心，他反而对你会更喜欢你，天女会更喜欢你，哎，很奇怪，这个不用担心。如果女的有天子，男的应该，哎呦，我太太很荣耀，替她光荣。这个和人世间的不一样。确定有啊，哦？嗯，哦，有消失，好 ，OK， 哦，感恩本尊。